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范范玮琪。不要学我好吗？是，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梦想就在前方。无论你是要考试，还是你是要表白，还是你是要达成什么目标，有什么愿望要实现，最初的梦想下下去，你就知道你会成功，你就会得到它。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提气，跟我一起。错过，冷冷拍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缘分？如果千钧一发，是的，一发，翅膀要给它穿上，飞起来的感觉。把眼泪种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。可以在疲惫的时光，闭上眼睛，闻到一种芬芳，就像好好。哎，你的步伐轻快一点，轻快一点。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，借个肩膀。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了弯，心还连着，像往常一样紧紧的抓住。想去哪里？你的目的地在哪？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，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。 Yeah， 吉他。帅的感觉吗？一边轻快的感觉，笑容要保持。是，下面一遍，从你们开始好吗 ？Let me hear you， 重重的感觉 ，Go。Work hard。 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千钧一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。 Come on, let's fly。 会开出勇敢的花。累的时候什么味道？睡了一夜直到天亮，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，用轻快的步伐。不管你有多重，沮丧时几公斤的人给些温暖，肩膀借给我。默契有多长？穿过风心还恋着。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？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，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。来咯，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，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。哦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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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